这是电梯下坠瞬间的场景。虽然在城市中生活，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电梯，可电梯也会有出现故障的时候。如果不幸遇到电梯下坠的情况，我们该如何迅速自救呢？有人或许会觉得，只要在电梯坠落地面前的一瞬间跳起来，这样就能大幅度减轻伤害，这种说法科学吗？其实当电梯突然下坠时，许多人都会因慌乱而不知所措，根本不会想到跳起来，即使想起来了也做不到，因为这时候电梯与人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，都在做类自由落体运动，人体处于失重状态，根本无法找到支撑点，无论你再怎么用力也无法成功跳起来。为了更加直观的了解电梯下坠时人体受到的冲击力，科学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模拟实验。他们将一个人体模型置于电梯箱内，然后让电梯箱从10米高的地方坠落。结果显示，在电梯箱下坠瞬间，人体模型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力，几乎被摔得支离破碎。这表明从高处坠落时，人体受到的冲击力是其体重的数倍多，在这样的高度掉落，大部分人都很难躲过一劫。当然电梯下坠的概率微乎其微，这跟你买彩票中100万的概率差不多。因为现在的电梯配备了各种安全装置，电梯发生故障时，首先起作用的是安全钳，它可以迅速卡住电梯导轨，利用摩擦力来减速。此外在电梯井底下还设有安全缓冲装置，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高空下坠的冲击。如果在极端情况下电梯真的下坠了，这时应保持冷静，双手抱头呈半蹲下姿势靠在电梯箱内壁，使冲击力分散到全身，以避免局部受力过大而导致严重伤害。